这简单啊。切耳切成这样的，不要太细啊，火柴梗，火柴梗，好吧。茭白是一根水生植物啊，它长在水里，芦苇荡里，它特别鲜，叫水中人参。根去，老根去掉，这里开始，小刀进去，拔进去。不要节约啊！芹菜要让它好吃，因为芹菜它还是有筋的，所以芹菜要好吃的话，这样切成这样的细条。茭白丝，丝，豆干，金针菇丝，豆干，出锅前把芹菜放进去，三秒钟出锅，绿和脆。放点东西进去让它降温啊，油温要稍高，懂我意思吧？油温要高，下去让它降温。盐，放一颗糖，葱油。素菜没有油不好吃的啊。